21日，在安徽池州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几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，突然一名女子掉入河中，在不到一米的水中却表现出了一番恐怖的画面，因为她好像被一双看不见手一直拉着，想要将其拉入深水中。从现场拍下的画面中能够看到，这名女子在刚刚及腰的水中挣扎，周围人群的呼救声不绝入耳。女子偶尔挣扎开后赶紧想跑到河边，可是没走两步又被拉进去，直到后面有位男子下水将她救起后，女子才得救。虽然不知道水下的是何物，可是刚看画面是不是就有点恐怖片的感觉了。